我刚才有一瞬间面对人生的一个抉择，我发现朱一龙把他的球送到了我的两腿之间。我当时已经用了一下力，我想挤爆朱一龙的球，在犹豫的过程当中，我弟弟跑过来了，弟弟想帮忙，就在我们焦灼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一声脆响。2017年3月1日，第一个不眠夜，他竟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跟我解释。就是他们那个为爱鼓掌的时候老是拍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是。先说3月1日那些都是怎么回事啊？3月1日，第一个不眠夜。那是婚后第一次他做了对我不太好的事情。哦。3月1日之后，他就会经常会对我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。不好的事情有两种，他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还是他该做的事他没做。他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跟暴力有关吗？大爷年龄大了，想学点新知识，你们咋授粉呢？我们呢就是这样，努力的公厕去授粉。